大家站立着的这个地方就是可将西归浦前海一览无余的露天美术馆亲临小沙丁鱼海岸文化艺术公园。这里有一件和美丽的亲临小沙丁鱼海岸风景一起气派地向我们走来的作品，把艰难地驮着重石的路形象化为我们的人生路，它就是24号作品《丝绸之路·风路》。此作品把具有接连天和地的路之意的天地渊路比喻成连接中国和西域的丝绸之路，用象征冀州的白鹭，即白鹭驮着沉重行李的情景，表达了背负所谓人生的大包袱，默默结伴而行的我们的身影。希望大家在这里暂时放下人生沉重的包袱，重温一下休息一小步的人生意义。